吃很多，土豆是一份，然后有紫白，有馒头跟油条。今天真的是一个卡路里爆表的，刚刚还跟我讲要叫三个汤头，幸好没有。现在是11:30哎，11:30，哒哒，啊，好晒。已经2年没有来机场了，想念搭飞机。Yaki 爱好者，是 Yaki 要找我做个新飞。
蛋糕哎，这样看不出，你看，蛋糕哎，看看，红辣酱，牛哎，你放点脸旁边，跟脸旁边，哈哈哈哈放在水里面就变成了啦。呀，你说这么